疫情这段时间，除了收到海国乐器寄来的 Acoustasonic 之外，我还有收到另外一个 Fender 新出的 Mustang Micro， 这个是一个随身的小音箱，它就是接耳机，然后它内建有很多 Fender 经典款的音箱，Twin Reverb 啊，然后一些 Combo 类的音箱 Stack， 破音从 Clean Tone 到 Distortion Overdrive 这些效果器里面都有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。 因为前一段时间在疫情前，我们都在跑校园的时候，我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接这个，然后接耳机，马上就可以做暖身练习，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，如果想要随时随地都想练琴的话，这个是绝对要入手的好物。示范几个我比较常用的音色。 可以在后台让你维持不错的手感。那其实你要的音色，从 clean 到破音，这一小颗应有尽有。这个一定是外出必备的随身小音箱。